吴绮莉作为亚洲小姐选美冠军而出道，17岁就颜值出众，吸金无数。本来心路坦荡的她可以一路攀升大红大紫，但却因为当年那段不道德的恋爱毁了前程，也毁了自己的前半生。当年聚光灯下的她有多耀眼，后来的她也就有多可悲和可怜。45岁吴绮莉赴宫晒美照，一袭红裙太惊艳。网友：不愧是选美冠军。执意生下小龙女后，她并没有过上岁月静好的小日子，母女俩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冲突不断。去年未满18岁的小龙女甚至恋上30岁加拿大女友 Andy， 随后离家出走与租房同居，在之后更是远走加拿大与女友 Andy 订婚，与吴绮莉断了联系。45岁吴绮莉赴宫晒美照，一袭红裙太惊艳。网友：不愧是选美冠军。自己的感情被众人口诛笔伐，而女儿作为唯一的依靠也如此这般冷血不省心。不得不说，吴绮莉的生活简直一团糟，她算是为自己年轻时候犯下的错彻底买了单。事情过去这么多年，她的这些遭遇也让网友对她的指责化为了可怜，反而希望她自己能过好接下来的日子。其实吴绮莉也算强大，普通人遇到这些事可能早就一蹶不振，心如死灰了，但她反而在试着改变自己，为自己活。9月29日在社交平台发文，宣布复工拍广告，痛时感谢好友的探班。45岁吴绮莉赴宫晒美照，一袭红裙太惊艳。网友：不愧是选美冠军。来探班的艾文是吴绮莉的多年好友，曾多次在社交平台发文力挺吴绮莉。这次探班他发文感慨，尽管生活一地鸡毛，仍然要活得漂亮。也是鼓励吴绮莉生活要继续，还要活得精彩。45岁吴绮莉赴宫晒美照，一袭红裙太惊艳。网友：不愧是选美冠军。赴宫拍杂志的吴绮莉一改往日新闻中被记者拍到的憔悴沧桑样儿，而是妆容精致，一头大波浪，配上一袭 DV 高开叉的大红裙，十分惊艳。吴绮莉今年已经45岁，但打扮起来风韵犹存，气质不输当年，实力诠释了什么叫美人在骨不在皮。45岁吴绮莉赴宫晒美照，一袭红裙太惊艳。网友：不愧是选美冠军。45岁吴绮莉赴宫晒美照，一袭红裙太惊艳。网友：不愧是选美冠军。不过吴绮莉年轻时就是个美人胚子，外貌清秀，身材修长的她当年可谓美得惊为天人，不然也不会迷到那么多人。后来的她因为生活的不如意，每每出现状态才令人唏嘘。没想到现在打扮起来的吴绮莉气质不减，拍写真时也是气场全开，大秀事业线和大长腿。吴绮莉的前半生受尽了舆论指责，现在她能重新开始为自己而活，众人也纷纷替她高兴。看到她这组写真之后，网友更是毫不吝啬的大加赞赏，直言吴绮莉不愧是曾经的亚洲小姐，还是那么的风华绝代。